我们两个都是文莱来的嘛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文莱四十万个人，只是一个吴尊，就是很少，我们这国家那么小，然后那么少人口，所以要特殊，可能有十年一个，二十年一个，也就是文莱第一个在文莱外面的舞台发展的最出色的，不单只是年轻人，我看可能多十年二十年，可能都找不到另外一个吴尊。希望有啊，希望有啊，当然啦、啊，觉得除了那个天生的好看哦，那是很难飞的。怎样可以在这个世界舞台来跟人家 compete？ 我上个礼拜跟你到两个地方啊 ，Budapest 在 Hungary 啊 ，Hugo Boss 找你做代言人，他另外一个代言人就是 Superman。然后他们，我在那边观察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们替你感到很骄傲，啊，因为你是文莱人，然后我又是你朋友，谢谢。然后当我跟那个工作人员接触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为了你一个人拍照，他们从纽约、从伦敦、从世界各地去到这个地方，我还拍一个 commercial。嗯，怎么做到这么的地步、啊？其实我觉得，当然这个东西有太多太多的因素了。对，How much of it is luck？ 我觉得可能 30% 是 luck。嗯，对，因为然后呢？另外，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要靠自己，说实在的。另外 30% 是漂亮吗 ？OK，looks、okay, 也是，对。所以30、30、40，对，40是你的 effort， 对 ，effort 是占最大的，对，因为你的认真、你的投入、你的努力，是这些东西哦带给你 luck， 所以我觉得 luck 只有 20%，effort 是 50%， 对。但我的 looks 是让人家可能先注意到。给你这个机会带你进来，可是带你进来他们也要看你的表现、你的能力、你的表现、对，所以这个东西是你整个人、你给大家的那一种印象。